干杯，你也要喝啊。想要抱抱。抱抱咪咪。嗨，今天要来录一段最近买东西的开箱。为什么要开箱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帮母蛋买衣服，以前她的衣服都是朋友们送的，所以我 每次要打开他最近要穿的衣服都有一种开盲包的感觉，以前送的太久了，那后来要用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件有那件，觉得好高兴哦，好感谢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到了这个1岁4个月就开始缺长袖的衣服，所以我就第一次上网帮他买了一些衣服，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一件是这个，我最近好喜欢这种稍微凸起来的图案，然后这种米色系的很好搭配。它是1岁半到2岁之间可以穿的，然后这边有扣子可以打开来，就它脱衣服的时候比较好脱，不容易卡到头。这件是我自己想买的裤子，最近在找这种颜色、这种材质厚棒一点的，应该是9分裤吧，应该长这样，看起来好像穿得下。然后现在当妈妈之后，买裤子都一定要有口袋，因为常常会有东西要放口袋，因为手要是可以空出来随时做事或抱小孩的。那等一下来试穿，你看最近都很喜欢这种中性的颜色，在视觉上看起来比较舒爽，它也蛮薄的。哦，这边的拉链它有一个保护起来，不太会磨到小孩的脖子，蛮薄的耶。这是母蛋的内搭，它是1次3件一起卖，我想说天气比较冷的话可以给它穿在里面，然后有一点点高领，是黑的黑的白的，忘记哦，这应该是它的一件帽 T。层锅架，然后这个呢，我有问老板说这要怎么挂这个，他说他是因为它是一整片的整面受力，所以更耐重。他就说墙壁上除了擦干净，还要用洗洁剂洗过一遍哦。等干了，这个先粘上去，可以先挂上这个没有关系，但挂一整晚10几个小时后再放锅子，不要马上放锅子。感人，因为这个才20块吧。这是我想买很久的料理过滤网，我想拿它来洗米，因为我看无印良品要600多块，但其他牌子也非常贵，我就在菜市场买了一个这个150元的，它的这边可以收起来，这样也比较方便我进洗碗机里面去洗，然后底下有一层，所以需要有一些沥干的时候，它就可以站立着，让水从这边滴下来。
sleigh bells ringing, diamonds blinging, carols singing, famous season. Sleigh bells ringing, diamonds blinging, carols singing. 虽然养孩子的确会花很多钱，可是在这当中，我也学到怎么样来接受别人的爱。我很感谢这些分享给我们很多二手东西的朋友们，请你有满满的感谢。Elfie's calling, check my list twice. Most of y'all done. Sleigh bells ringing, diamonds blinging, carols singing, favorite season. Sleigh bells ringing, diamonds blinging, carols singing, favorite season. They say saying it, but you gotta feel it. Hello, 来嘛，干杯吧。爸，干杯 ，Cheers！ 爸爸，爸爸，干杯！你也要喝啊？嗯，来，啊、嗯、呜，那么凶哦！来吧，妈妈喂你。啊哈，我不拿你的杯子。最近天气冷，想要来煮安东炖鸡，所需要的材料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首先呢是红萝卜切滚刀块，那等一下记得马铃薯要切的稍微大一点，不然第二次或第三次再拿出来加热的时候，马铃薯就会容易碎掉。这个蒜头的切法是头尾先切掉1/4，用刀背压扁，等一下会比较好剥。鸡肉干煎，煎的两面焦黄，加上刚刚淋好的酱汁跟600cc 的水，然后盖上盖子，用小火炖煮10分钟之后开盖子，再加入萝卜、马铃薯、洋葱，盖上盖子，用大火滚15分钟。赶快去洗澡吧，精疲力尽。15分钟后，酱汁会变得很浓稠了，然后再加上青龙椒，等2分钟后，再加上青葱，就完成了。这是一个食材很好取得又很快速的料理。平常晚上不会有这么多菜，就是那一天拍摄的时候刚好桌上菜比较多。喵喵的鼻子在哪里？鼻子，鼻子。喵喵想要抱抱。抱抱喵喵。嗯。要睡觉啦。嗯。睡觉。那我们要祷告喽。祷告完，我们就要睡觉觉喽。谢谢耶稣赐给穆勒快乐的一天，求你来接近。我母蛋今天所有不合神心意的沾染，求你的宝血遮盖涂抹它，让它今天晚上的睡觉都深沉而且平静安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来跟妈妈说阿们。